回律音初心的菩萨分集归来发愿地啦，持守一念初发心，愿带爱心慈悲的缘，天地人间共福田，大慈共助欢喜缘，大悲同行菩提道，有凭自愿风来啊，不应落红。有将飞入边，也有将缅甸啊，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啊，到位啦。听因心得分享，啊，因的心得啊，就是为苦难付出功德多啊，听来都是感恩啊，感动啊，就如菲律宾。菲律宾啊，其实这么多年哦，菲律宾的地形啊，跟咱台湾海岛的生态是同款。每一回台风警报啦，那个气象呢，台湾若开始在咧发布气象台风，菲律宾也都是爱密切注意。也那是伫菲律宾呢，台湾也爱密切注意，因为伫这个海岛里呐，无远，近近啊，尔啦。所以菲律宾啊，真多年以来都是常常为着天灾、风灾、水灾，或者是地震啊，灾难频传，也真感动、感恩呢。菲律宾有一群的菩萨，主祭人啊，每一回那看到消息，问讲啊，现在呢，我拢平安咯，免烦恼，但是准备啦，某一个地方应大注意啦。有大风啦，或者是呢地动破坏，种种的灾情发生，印度人会讲，我已经开始准备要去抗灾啦。每一回一抗灾了后，是走在上头前啊，去按灾民的心，那种的疼惜啦，好亲像远方的家人啊，亲人回来在那看亲人有灾难，这亲像家己的亲人同款的亲切。每一回啦，我若看到镜头，就打从内心啊赞叹，是，这就是菩萨。菩萨所言苦难众生，这苦难的众生，菩萨啊，那种爱如亲友，
安尼去甲伊疼惜，真赞叹。这是历年来啦，伫菲律宾，啊，菲律宾呢来，拢真慈亲的菩萨，而且呢，大家人啊，安尼分集归来发愿地啦。所以因大家人回来咯，呀，看到因，啊，我就赞叹啦。25年咯，这25年来的时间，拢是安尼持守一念初发心，迄、那个初发心啦，无停歇。在自在路上啦，引苦众生，实在真无简单。所以因愿大爱心，这个慈悲缘呐不断。我在伫天地之间，不管偌远。就亲像讲菲律宾马尼拉，要到杜鲁湾奥莫克去，迄是真远真长的路要行。但是呢，因无少路途远，无少坐船也是坐飞机的辛苦，迄个所在。无间断啦，从大灾难迄个时，一直复建复建，陪伴陪伴，遐个饲羊啦，都拢比过去也未受灾，搁较繁荣起来。所以迄个城市啦，等于呢是失而复得。就是有这群的菩萨，唔甘啦，有钱的人千里啦，无钱的人要安怎啊？唔甘，所以因慈济人呐、啊，就去守护底下，去抚慰，去鼓励，慈济人从台湾，从各国啦。真侪个国家也同款呢，投入去甲伊助人，前两个月的时间，人呢不断拢是结合伫迄个所在，一天两三万人，以工代赈，逐天会当领到工资，因真感恩，真骨力，有钱好摕。可以当恢复家园，迄段时间啦，真正真快速啦，几个月间呢，就互因恢复起来。迄个恢复了后，重新振作，启用一心啦，心态呢也已经呢，人人安尼。如梦初醒啦，大家人真认真。5年后啦，看到伫咧50周年回顾，当地啊办起了摄影，用相片啦来展示，莫忘那一年。5年前，迄、那个相片呢，安尼一张一张给摕挂来，好、哦、看到遐个相片呢，安尼大大张，特殊的选伫迄个所在，啊，我伫迄张相的内底啦，这个人呢？就会去站在那张相的头前，人若来看啦，
啊，这个人呢，就会讲，这个是我，我来见证。迄个是我的家，就是安尼损害啦。迄当阵主祭人，安怎来甲我辅导？安怎来甲我帮助？啊，我即马回复，啊是安尼啦，感恩哦，感恩，遮侪主祭人啊，相片内底呢？会跳人出来讲话，看到实在是真感动，这就是叫做历史见证啦。看看菩萨啦，只要有心发心啦，一念心愿意投入那段海燕台风。菲律宾布鲁万奥摩克慈济人回归去改造，把这当村的繁荣起来，这呢是真正真了不起的一项代志。那个所在宗教虽然无同，却有同一项的信修。伊也是天主教徒，确实呢，真尊重佛教。当年啦，义佛节，因呢，义佛节慈济日啦，是真庄严。因呢，雕山看到的雕山是。迄、那个镜头啦，看去，无穷济，看无尽头啦，啊，拢白白白，伟松就甲我讲，啊，遐个拢是今年吼，大家人真虔诚，也虔诚哦，服装一律啦，拢穿白色的。在菲律宾百姓呢，就是表示喜气、清净、喜气，所以这个潮汕呐、啊，大家人是真恭敬，用恭敬心呐、啊，安尼潮汕人真精致，阁有一人真特别的。感动人，就是一只牛，一只牛呢，伊嘛会雕山啦。啊，这只牛的故事，伟松，伊就安尼甲我讲，这只牛吼，嘛真有因缘啦。讲伊去奥莫克，有人甲伊讲。啊，什么人要买一只牛啦？那伟松就问讲：啊，卖牛何人要从啥货？甲伊讲，这个人就讲：啊，准是买去杀呀，屠宰啦。伟松呢，唔甘，伊讲安尼，我来甲伊买起来啦。伊就出钱，甲买一只牛，但是这只牛买起来呢，啊要从啥下，家己呢，啊唔知要何伊带喺度，啊要安怎何伊吃，饲养问题啊，啥物人顾牛啦？迄、那个中间有一位呢，叫做。韦西，这位韦西呢，他很善良，住在咱的奥莫克的村庄里。伊就甲伊讲：“你免烦恼啦，我来饲。”这个韦西，他呢，
就真用心，一块黄卖去啦，卖掉去，别人的黄啊啦，伊就甲伊照讲哦，啊，我一只牛会当伫这块黄的内底，甲伊放牛吃草哦。迄位甲买的人啊，嘛感觉讲好啊，啊，即落一只牛安尼互伊伫遮呀，逐个人伫傲慢可怜呢，都真感恩慈济人呐、啊，可以啦。那伫遐为师逐天去陪伴即只牛，就甲即只牛看看讲话。看看甲伊教伊吊山，即个吊山的动作啦，四只脚的中间头前两只跪落去，真正呢，甲伊教甲会晓，伫咧吊山的时，嘛安尼甲人吊山啊，身躯面顶呢。我载着两鼻两串呐，一斤少，这两串的斤少嘛不值当哦，还绑在两边用纱甲拍的卡只片，这身躯一边一串，这么长的斤少，也会当呢，甲人呐同齐啦，安尼。吊山屈膝来，吊山就是跪啦，跪拜，搁拍着迄两串的金蕉，我都感觉讲吼，这就是因缘呐。为僧问为师，讲吼，啊你是？安怎奈想要甲这只牛教好，也要吊山？伊讲，主祭的人文，主祭人见人顶顶啦，都这么正有礼貌啊。那每年一回啦，慈济日，啊，都爱正感恩心，无有主祭啦。我嘛无这个穿好徛啦，就是有主祭人啊，有了主祭，所以互阮伫遮安居乐业，互阮伫这个所在呢，拢总真有人文的生活。所以牛虽然毋是人。啊！伊嘛有咧了解咱的法啦，伊就讲啊是性命，啊讲话一听有，自然规矩都教会起来，真正是互伊规矩教起来啊啦。这是啊，牛比人比较好教，就是伫迄个行列的内底。啊，是安怎会载两串的金蕉？那就是爱讲旧年啦，吊山画师呢，他伫人群中伫咧吊山啦，伊手里挂着呢是一串的金蕉，甲大家人拢整齐，步骤整齐啦，只是呢。伊个手里加挂一串的金蕉，稳稳啊放落去，弯腰顶咧，要起来呢，就是刚才把这个金蕉阁挂起来，往前行三步，阁稳稳啊放落去，那就是三步一拜，好舒服。看到迄个镜头啦，就甲魏松讲私信的事，我都讲哦，啊，
迄个人关迄杯金蕉是要创啥个？遐尼重，刁山是安怎关迄杯金蕉啦？卫松甲我讲，师傅，这杯金蕉毋是干那伊，其他个人有摕花、摕水果，那就是啊。安尼虔诚礼拜到位，啊，就是要献供啦，要供养师傅啦。我讲吼，啊，我看会到，我食袂到啊。卫松把那杯的金蕉呢拿去烤去烘啦，烘做金蕉干。他说，师父，你说吃不到，我带来给你吃，这就是那杯的金蕉啦。哦，去年就是为师啦，今年的为师呢，伊会当教一只牛，教伊同齐调山，阁是挂两串的金蕉，这实在吼，足感动人诶。人讲歹教，但是牛好教，这牛会当教干呢。咱就当知影众生平等啦，那人类呢真温暖啦，教未来，这个习气真歹改。牛，伊对主人的感恩回报，那就是听话。这实在是吼，众生啊，可赞叹呐，这是。真感动人吼，所以持守一念初发心啦，愿带爱心、慈悲的缘吼，那天地人间共福田，真侪人伫迄个所在，将因受灾难呐，真侪人啊，投入呢。去帮助因，即马回过头来看，这都是修行。看看粒粒种子啦，都是成为呢福田。迄个所在的人，人人感恩自济啦。这虽然宗教无共，确实呢。对自在那份的恭敬，饶佛念佛啊，听法啊，拢是真虔诚。所以天地人间共福田啊，大慈共助欢喜宴，可是大悲同行菩提道。不只是人有个性，连牛也开发了个性，共同走入了这条菩萨的大路来，菩提大道啦。这人甲牛拢同齐会当行这条菩萨道，真正是应众生群。这些菩萨召入众生群中，度化众生啊，真感恩、感动啊！来，接下来呢，咱用心听清楚，《持世妙法华经》，果得清净义根，以义根清净果。见闻经记之故，通达无量妙义啊！咱前面讲的经文，
讲究的是清净义根，咱都要好好修行，去除所有的烦恼啦，认真接受佛陀所讲的法来教育咱，咱爱用清净心面对人间。咱若定定真清净啦，佛陀所说的法，三性的法，小性、中性、大性，大性法呢入灵根，种种的众生的形态，在佛经的内底讲真清楚。咱在人间呐，人间事所当着的呢，无不都是会当来印证。咱的心若清净，就亲像一面清净的镜。这是意境。咱那伫咧讲啊，多一个所在有灾难呐，自这人已经看灾去啦。咱的脑海中呐，咱的心呢，就会去浮现着讲啊，是虾米灾难呐？自这人就是一群行动整齐。蓝天白云，因行伫迄个灾夫林，当着人的时是虾米形态？这种的景象啦，咱那是心真清净，无烦恼，无杂念，这个境界菩萨入灵根的境界，一个就会陷入咱的。咱的心境内底，这就是清净义根。以义根清净故，见闻经记之故，唔免真长。你只要读到这段啦，你就会清楚。这段的意思是讲什么呢？原来呢，是。菩萨都走过的路真清明，印证在我们的心灵，所以通达无量妙义。这几句话啦，在讲到安怎在看灾，菩萨安怎在度众生，那个形象真紧就通达啦，回归到无量以来，就亲像菲律宾呐，主祭人用演戏剧来代替呢，宣化香的心调，伊嘛是演一出呢梦里六道啊，这款呢境界一出戏就出来啦，同款的道理哦，听过了后。印象啦，甲摕来做戏班。莫桑比克较唔是呢，五大国师啦，伊嘛就地呢演甲足好个啊。这种印象，听到即句个基文，即段短短个文字，也都会当予人知影讲，遮尔深个道理，原来呢。是在人间事，这我们可以了解。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来看经文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六起众生，心之所行，心所动作，心所议论，皆是地之，这拢总讲过去了。咱所有的心态啦，差不多大家人安尼讲一下啦，在迄个经文的内底，咱拢清楚了。接落来呢，就是虽未得无量智慧，二
其意境啊，清净如此。虽然啊，遐个景象，伫遮个修行者呢，即人间事拢吸收来啦。哪怕呢，低谷，也都会当了解真侪代志。即虽然啊，咱也未得到无聊啦。也未得到无聊的智慧，而其意根清净如此，修行者也未到甲讲哦，烦恼拢总去除啊，无聊就是烦恼拢清净啊啦，清净甲亲像一面镜，虽然咱也无到安尼啦，迄个智慧呢？也未到个，迄个三地也未到位啦，所以咱已经大概会当知，行虽然叫蒙雾去啦，小花经历呢也未真干净，但是也会当蒙蒙看到迄个气场，但是也未真清，内底呢大概。咱拢会知影，同款的道理叫做清净。即修行者还阁伫咧进行，咱会知影的境界就是安尼。所以啊，随时凡夫啦，未得无量解脱，真实智慧，意根清净，自然如此啊。如镜感情，岂有染着心呢？同款啊，亲像镜伫咧照镜同款。虽然也未真明啦，但是这个镜就是安尼。咱尽量镜还阁继续伫咧清，爱清甲好，无染着。这物件已经清到会当照镜啊，咱爱镜搁较用功，镜搁较精进，这呢就是咱爱努力的所在。那接下来，搁是一段文呐，世人有所思维，丈量言说，皆是佛法。无不真实，亦是先佛经中所说。在人伫咧修行啊，进入安尼个境界，遮个人开始呢，都有所思维，看经典，毋是干那读经直直读。读经的一段，要好好啦来思维啊，看看这段经呢，到底伊的内容、经典、甲世间的代志，要汇合这个经的道理呢？这段文是有汇合着人事无，人事的。历程啊，在这个经文的内底呢，有显示出来无？所以需要读经啊，了后一定爱思维，思维了后呢，爱去解丈量，爱去解看这个道理甲迄个代志到底有偏差啊无？离偌远？其实，诸佛说法啦，无不都是人间法，无离开人间呐。离开人间呢，非佛法。道理啦，离开人间的道理啦，那都唔是正确的佛法。佛法呢，包括咱前面讲，哪怕世俗真侪善知啦。同款啊，也是呢，合道理啦，
也是呢，一个经典教化人。所以，咱都要好好体谅这个法，敢那分深浅，最究竟的是有准确无？甲这个人事理啊，会当回合无？会当回合，那就是真理啦。这是咱爱去思考。所以，那会当安尼啦，这个道理在咱现在用得到，够会当未来啦，够较大的受用。因为现在的人，甲这个文字呢，已经慢慢啦。较深的文字无了解啦，再经过过来甲分析，分析了后，后代的人要搁再读原文的经，又是搁较疏远去啦。所以要经过现在的人，好好来听，好好来认识，认识了后，要好好思维。好好度量，要安怎传落去？啊，这不是干那传的责任，咱还阁做见证。这个法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，这个法啊，也是过去诸佛所说，千千古字不变的法，所以然。皆是佛法啦，无不真实，亦是先佛经中说哦。所以经虽然呐，释迦佛也未成佛以前，也有过去佛啦。虽然年久月深啦，这些经典拢已经无去啦。释迦佛呢？开始重新呐、啊，来找到，一直到一家的觉悟啦，这个一觉跟过去的分呢，一觉悟是相同，所以讲的法也是同款，千古不变呐、啊，这个法呢就是安尼，所以。是持经人心有所思为度量，这人所思为的啦，所度量的拢是过去佛所说的，现在的佛也是呢过去的佛啦，所以呢，咱爱好好相信吼。由心静故，因为咱人人心静啦，自然思维安淡啦，句句合法，无不真实。所以咱学佛啦，心静心心，心过落来就是静啊。都话听到，菲律宾遐。虽然大家人呢信教无同，但是呢，佛诞节也好啦，主祭日也好啦，因迄份的心就是心意，这呢就是咱呢未用的欠少，天主教导都会当遐心意啦，何况咱本身是佛教导。这是行，不用的欠。那
搁再呢静，自在完全就是讲心静信心，所以这是静字。咱也爱用心，因为心静故，咱思维啦，伫咧想诶代志嘛是静啦，言说嘛是静啦，所以看到经文呢，安尼甲咱小启发一下，这拢是静，故故啦，合一法，合伫正法诶内底，所以所讲诶法呢，是真正诶。实在无不真实，是真正实在啦，无有无真实。所以咱爱真用心啊去了解吼，咱所听的法经文，咱也无了解，干那诵经读文呐，这拢无路用。所以咱爱。真正读经爱思维，咱爱度量，上重要诶。咱日常做诶对啊，毋对？咱读经了后呢，了解多啦，咱有惊也无惊？这是咱家己爱度量。咱一世人听遮侪经。就是已经心门打开啦，佛陀教咱知道，菩萨道啦，到底呢，咱有开始起步，有去甲遐个苦难的众生接触着无？咱是毋是真正甲这个菩萨心呢，用伫日常的生活中也无？这就是用咱的心啦来测量咱家己呢。读经了后，咱有真实伫咧行动，也无吼。接落来都讲啦，亦是先佛经中所说。现在释迦牟尼佛安尼甲咱讲，要咱呢接受佛陀释迦佛的法，咱现在身体力行有做到，咱都爱知影，这法释迦佛甲过去佛呢共同啦，所以其心意义啦，亦是先佛经。殿中所言说，咱佛陀的心意，咱嘛通达到过去佛的心意啦。一条路在咱的头前，过去的路呢，是现在给咱指路的人指出来。这条路也是过去的人所开过去的。所以咱行这条路，都要直头到佛的境界。啊，现在伫咧行的就是菩萨道，咱伫咧学的就是菩萨道啦。行菩萨行吼，在这是佛经中所讲，真实之意啊，这话拢是真实的吼。只是为着要让大家人听较清楚，也都爱搁再经过，安尼一句一句来解说，用现在的人安怎伫咧做，甲大家人分享吼。
以上啦，登行文七十秒法华经义啦，果得清净义经，因为咱一直一直都是行在法华经的过程，所以咱都无偏差去，咱的心就是一心一志，咱一定是一心一志啦。未去和其他烦恼来动摇咱，所以一意根清净故，闻消二故，同无量义啦。咱也爱真相信，真清楚吼、哦。希望大家人会当清楚了解，所以。一念解法义故，因一句一句经历岁时，经历时间不管偌长啦，是长是短啦，色随义气，不离处实相。这个字已经予大家人看真清楚啦，写甲予大家人看有吼，那应该都清楚。所讲的演就是讲演讲，一句一句经历的时间啦、啊，不管过去偌长啦、啊，现在偌短啦，这时间安怎经历，拢总是同款，这无偏差，这色随意起，都、就是按照这个道理啦，无偏差。不离开啦，出实相之法，《法华经》是实相义，咱大家人爱真相信，唔通伫这部经的内底起怀疑啦，怀疑就成诽谤，前面也讲过去啊，唔通予人即怀疑这部经。行这部经的人，也是行真实行，唔通呢？在这个中间呢，去做是生非吼，唔通啦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